查博士瓜論第二十八集同大家見面嚇。我哋喺預告已經提過啦，咁啊，即係有位個歌手啊，或者所謂一位嘅知名人士啦，李玟嚇，咁啊英文名叫 Coco Lee 嚇，就係自殺嘅。咁啊自殺咧就嗰個場面咧都幾喺佢家人嚟講都幾震撼嘅，就係佢真係衝住喺個家人面前割脈啦。咁咧就佢今年就只不過48歲嘅啫。咁但係咧就睇一啲新聞咧，我都未確認啦，就係話佢就早年其實喺香港嘅，咁跟住就嫁咗一位洋人啦，即係都係即係相當之個婚禮相當之即係好威啦。咁但係近年咧就上咗喺大陸嘅發展。咁但係咧就佢自認呢個武漢小姑娘咧就俾呢啲大陸嘅小粉紅咧就話佢係呢係 A 貨咁樣嚇。咁啊博士咧就對於呢啲咁嘅名人個輕生咧，即係自殺咧，其實你有啲咩睇法啊？好正常啊！你嗰個福報唔夠，你又唔識修福，跟住又窮奢極侈，咁跟住又囂屎，跟住又冇咗人緣，咁咪嗰啲花紅原係借噶啦世間。但係如果話佢係抑鬱症喎？咁實抑鬱咁借啊嘛，一路借啊嘛，係嘛？咁你自己睇唔開，又接，你又上得唔落得，係嘛？所以呢個世間就好正常，喺我哋心目中好多啦。香港不嬲喺世界都好多啲人係咁樣死嘅。李青又係鬱死，好多邵氏嗰啲明星都係。早年嗰啲多。李青嗰陣時，我哋因為年紀比較大都有嘅，凡係啲藝人咧，好多囂屎嘅。係嘛？咁你首先咧處理唔好你嗰個婚姻啊，你人會老噶嘛。花無百日紅，佢哋所以人哋以前嗰啲有修養咧，一咁上咧又急流勇退。就冇咁多意外啦。咁但係我哋睇啲粵劇嘅老官，佢哋好啲嘅，佢做到老嘅真係。佢哋會保守啲，因為以前佢嘅時代興咧，就大家興買啊樓仔收租。最著名啊，任劍輝同埋白雪仙啦，買樓。咪有其他都有嘅，佢有啲喺保慶做戲，佢喺隔離附近華豐啲啊買間樓，咁啊散咗場，試完嘢佢翻上樓瞓，又嗰陣時話又唔使坐車。我譬如喺新光嗰啲大戲院做戲，佢喺附近咧又係買啲樓，喺嚟舞台嗰啲喺百德新街買啲樓，咁啊收租咯。佢哋儲錢嘅，佢哋嗰個行咧就比較檢點啲。男人就差啲戲行。如果男戲行喺嗰啲花旦咧，比較慳啲嘅，係，同埋佢哋又成日練功啦，冇咩應酬，冇咩錢使啦。喂，你以前你唔練功，你差唔多你唔使上台啦，上唔到台。好啦，另外最重要咧，佢有班 fans 咧，佢每年搞啲生日會啊，搞啲咩節日咧，嗰啲 fans 咧好多嘢孝敬佢嘅，好多利是俾嘅，所以佢哋嗰啲咧就比較富庶啲，即係舒服啲咯。大家你嗰啲好多唔係明星嚟噶嘛？你做個藝員仔當明星啊，撲街啊！大佬，明星同藝員唔同噶嘛？點唔同法咧？喂，明星我要買飛入去先睇到你噶嘛？你打開個箱仔唔使錢嘅，所以啲人成日上電視啊最大鑊。你成日俾人見到個樣唔值錢噶。哦，係啊，你冇咗身價噶啦。咁啊！啲人唔知噶嘛，你當以為自己好似林作咁樣啊！我有個臭名都係名嘛，撲街咁，成個觀念錯咗㗎。哦，咁係咪上得快亦都可能落得快咧？你都未上過，你自己當上啫嘛，係咪？你當上啊冇意思噶嘛，你真係一行出嚟，好似楊紫瓊以前佢咪真係有真係真材實料咯。我拍套戲，只要你楊小姐一同意啫，個片商就已經賣到浮啦，收曬訂金，歸曬蝕本門噶啦，啱唔啱啊？人哋有個號召噶嘛，唔係唔使靠吹，你有幾楊紫瓊靠吹水嘅？一只要話你嗰部名有去做啫，已經東南亞啲片商賣曬啦。以前賣片花，公蝕本門噶嘛。係啊，以前賣片花。你嗰個人出嚟咧，就係最緊你嘅號召，有冇呢個實力？就唔係話靠啲報紙佬啊，啲咁嘅傳媒啊，特別問。特別嗰娛樂圈嗰女記者啊、男記者正垃圾嚟嗰班，即係你俾利是佢啊，同佢埋堆啊，古靈精怪，佢寫你兩筆，如果咪玩你咁啊，我對呢啲睇唔起㗎。
佢嗰啲惡勢力㗎，娛樂圈嗰扎記者，包括周雜誌周刊嗰扎八婆特別，有兩個唔男女嗰班添，咁撲街啊！咁你講唔男女係真喎？呢個又係係啊！屌我唔撚怕得罪人㗎嘛，我有條件得撚罪人啊嘛，係咪？我係同埋我係講事實啊嘛，整撚鼓你㗎，嗰扎冚家產。你如果你唔撚應酬佢啊，屌你冇寫撚衰你又有，跟住抄你啲衰嘢抗撚帶嚟寫㗎。我立撚十嚟噶，嗰啲好撚多。影一張相已經可以寫到哇天花龍鳳啦，又係嘛？到時都話要俾折錢，佢又要俾利是啊，唔係啊，屌你寫撚衰你啊！嗱，我申報先啦，我從來冇做過漁記啊。係啊，嗰啲全屌你香港嗰啲，嗰啲出呢啲咁嘅人才啊嘛，你都寫人相過撚過，你唔撚相，你整撚個雜漁記相擺喺度，邊一個好樣啊？屌你咪一男一忽嘅過撚過。係啊，好啊，嗱，咁我哋講翻呢個即係個案啦，呢位李敏咁樣。咁啊，博士，如果你即係喺佢咁嘅情況之前啊，你會俾咩提示佢咧？哦，第一，我要擁佢意大利再深造。嗯。意大利深造完咧，去日本紅，跟住咧你就要全世界巡迴咧去做啲大嘅善事。嗯。兒童基金會啊，嗯，環保啊，嗯，你真係做五單出場一場咧，要全部送出去幫人嘅。嗯，那些是那些非洲啊窮的國家幫聯合國，嗯，因為我有這樣的背景是安排到的，嗯，我安排過一兩個這樣的人啦，跟我做世界工作，以前我有一個女朋友，五省的唱歌冠軍啊，大哥，在內地，嗯，是一個知己啊，嗯，一個紅粉知己，寫曲作詞，是不是？有好撚多高手世界，你啲嗰啲咁嘅自己以為水鬼星城王，未見過世界大蛇屙尿。你要有人同你 promote 㗎。等於以前我有個小姐，我送佢張畫俾總統收，跟住我一個基金籌款，跟住我出幾十萬買幅畫，跟住落完紙櫃咯。嗯，最重要有總統收或者英女王收你幅畫。嗯，佢話收你擺喺度。收藏，嗯，幅畫唔靚都得噶啦，啱唔啱啊，台長？係，係嘛？所有世界咧係而家係人可以做到嘅，嗯，除你講噶嘛，特別嗰啲咁嘅抽象畫，你唔鼓掌嘅話，你唔識睇添啊！係啊，係啊，我真事俾你聽啊，某年某月某日，世界開咗個宗教科學家嘅大會，嗯，就講生命之謎。全世界的學者混雜講一大堆嘢，令到我師傅出場，佢上場揾隻手指指住個嘴，嘘咗一分鐘，跟住又停咗一陣。哇！有人拍掌，嗯，有人拍掌咧，個個拍。一年拍咧，即係話你冚家產唔知人講乜嘢，即係冇料。你話屌咁樣樣，大佬嗰個又我老師嚟嘅。哦 ，OK。犀唔犀利啊？玩一招，佢叫 Doctor 羅修羅，美國中天主教學校，美國西北大學，嗯，私立大學最撚貴嘅嗰間大學，嗯，十大名校之一，係，嗯，請我老師做宗教系主任，嗯，所以人哋啲鬼佬真係犀利。天主教學校請個和尚做宗教系主任，嗯，你有冇胸襟啊？今時阿習近平哥仔，中國人共產黨冇呢個胸襟先？天主教學校請個和尚做宗教系主任，你信唔信咧？呢個係好深奧學問嚟嘅，你有包容先嗌大噶嘛？嗯，係嘛？屌你咪講多兩句説話，點樣嗌大嗌殺？屌你咪走撚曬你自己玩咯，啱唔啱啊？嘥撚氣啦！阿博士頭先講話佢做呢事，其實咪積福咧？我哋俗語叫積福。實際咧就要平衡翻你嗰個生命，就唔好偏埋一邊。嗯，因為嗰個宇宙咧，你睇個地球同嘅星斗咧，全部好平穩，日夜自轉嘅，咁多年來，嗯，好少偏差嘅。嗯，之後咧喺個冥冥中咧有一種平衡嘅力。咁呢個平衡嘅力代表陰陽正負嘅力。嗯，啊，你一唔識得去維持平衡咧，人就出病生病。如果你個宇宙唔平衡咧，就天災天崩地裂。是咁簡單啫。嗯，佢嗰個大宇宙地震、水災、火災，
天災人禍，佢有數嘅，佢要平衡。即係有咗呢嘅災禍，就平衡翻件事。唔係你都唔夠糧食，咁咪死人咯。係啊，係啊，係啊，呢個自然嗰個生態嘅。佢有一個好厲害嘅數喺度，佢係會平衡。嗯，咁啊，由宇宙到人間，到個人都有，個人都一樣有。人係小宇宙嚟噶嘛？嗯，人係小宇宙嚟噶嘛？所以你物極日必反㗎。嗯，係嘛？咁你而家你以為話哇，我手上有支雞毛啊，亂咁揈咧，揈得幾耐？咪點你㗎？好撚多暗病出嚟㗎。係啊，咁但係問題就係呢位李敏小姐，其實佢都唔叫真係紅啊，即係點解又咁樣咧？咁而家冇咩炒，求其佢唔係佢都叫紅嗰輪嘅。嗯、曾經有個短時間都紅嘅李玟，佢唱歌唔錯嘅、嗯。我聽過佢唱歌，但佢就冇人教佢個修養。佢應該再有修養咧，學畫畫，學一啲藝術品，擸埋出去，咧、嗯、咁就高啦。但佢仲要深造，即係仲要去發展佢自己，要攞人哋嗰個背書，嗯、走意大利揾個名師，拜人哋為徒、嗯，再跟住喺日本。嗯在日本那裡是少林寺來的、嗯、你能夠在日本的歌壇出到位呢就是說你過很多關的、嗯、那你才再走回去歐洲、啊、亞洲、啊、那你就紅了那華裔在日本只有幾個翁善玉歐陽菲菲是不是是啊不多翁善玉叫翁善玉有些他好像有一半是日本人有日裔所以他比較日本人對他親近一點、嗯啊、還有鄧麗君呢鄧麗君就有多少夾硬嚟嘅，當年即係有人泡沫佢嘅。嗯，佢泡沫完之後咧，先出翻嚟個市場揾錢。嗯，但佢又係一個好不幸嘅人。係，好不幸。係，即係真係嘅。你一個女人嫁唔到，已經大禍啦。呢叫紅顏薄命啊嘛，係咪啊？又係冇人教，台灣妹。嗯。我同佢捉熟噶啦，佢最嚟第一次嚟香港，愛上咗我一個朋友。後屘因為佢哋嗰啲屋企人咧唔可以娶歌女，咁咪彎咗咯。嗯，所以佢係好失落嘅當年。嗯，也係人生，你每個人都要識得多啲常識，點樣去保護自己嘅心靈。有啲地方就唔好去，不足啊勝有餘。嗱，我呢杯茶唔夠，我可以斟啊嘛。嗯，有啲人噏噏聲五加一斟到咪又抹台又整寫咯。係係，過又不及累到啦。係啊，不足勝有餘嘅。嗯啊，同埋佢好似呢啲咁嘅即係女歌女性咧，好多幾段嗰個感情生活都唔如意。多數唔好嘅，你有你男人嗱冇景嘅男人，佢唔會識你。嗯，有景嘅男人頂你又唔怪慘唔順，係咪啊？第一多數唔係處女。嗯。係嘛？都唔知幾多手噶啦，係咪先？即係你有錢嘅，到時你話啊，我貪你少名氣，咁啊好過癮啫。或者搽咗粉化妝，喺、舞台睇啊唔同。冚家產，我哋試過撞好多板啦，喺個人生經歷，話嗰啲咁嘅友喺個舞台行出嚟，一夜晚冚家產落咗妝，點解我自己都走唔切？真係唔好搞啦嘛！係啊，係啊，對住件咁嘅嘢，屌你乜多人起唔到快，係咪先？試過㗎啦，所以有啲藝員咧瞓覺都唔落妝嘅，唔係點你㗎？佢瞓覺都唔落妝嘅，咁抵出起身冇大鑊。係啊，佢咪鬼咗少少，走去洗完面之後又再化個俾你睇咯。佢永遠唔俾你睇到佢真面目。冇嘅，咁你到咁上下，你化妝都搞。嗱，你講歌手比較最靚嘅喺聞名嘅就係、華兒寶，十八寸腰。嗯而家應該九十幾歲啦，九十歲有多，就跟咗莊精全，新加坡妹最靚啦，當年，蛇腰美人華兒寶啊，上網商傳到嘅。好咁啊，好幾個到咁上下年紀都保養得好好嘅，例如啊林青霞啦，林青霞都係相當。林青霞而家好似七十啦，佢都七張啦，七十啦，但係啦，好。仲係相當之，但都係食得嘢多。我知咁呢個冇辦法㗎啦，呢個圈子真係好多時都係即係個圈子咁嘅分途啦。不過呢啲我哋唔講啦。盧燕 OK 嘅，盧燕犀利啊！盧燕成百啦，一百啦。盧燕保養得 OK 嘅。係啊，嗱呢啲即係行出嚟嗰、那個佢嗰種咧，就係屬於唔係嬌豔嘅，睇落靚嘅女人，襟睇嘅女人，襟睇係啊，襟睇嘅女人，即係等以前嗰個利夏王夫人，嗰種女人咧係坐喺度有氣派嘅，係，
啱啊！即係你坐到你有氣派。咁但係呢種係內在嘅修養嚟嘅，呢、這個我呢個睇到畜生嘅。係啊，佢舉手投足，就算拎個蘋果食，都感覺佢係畜生。係呢啲係發自內在嘅，呢啲佢係自細有嗰、那個自細有嗰種呢種咁嘅教育。畜生嘅畜生嚟嘅，呢就叫嗰啲係龍嗱，呢叫名門啦，就唔好立亂講邊個係名門，邊個係名門啦，唔好立亂講啊！名門啊，唉，我得啖笑啦。嗱，我哋再講翻阿李文咧，就阿博士有冇提過，就係佢嗰個婚姻本身咧，就嗰當年相當之轟動啦。咁呢個有啲咩可以評論嘅咧？你中國人教鬼都好難相處嘅，即係老實講，你除非你自細喺西方世界長大，咁啊好啲。因為佢嗰啲你個。丈夫的朋友嚟到講啲古仔，你都唔知佢笑乜。係啱唔啱？即係等我哋坐埋，我老婆如果係鬼婆，就算佢識聽中文，係嘛？我講個豬八怪西遊記個笑話，屌佢都唔知你講乜。係啊，嗰歷史文化背景係有好大差異。嗯，所以異國婚姻好難美滿嘅。如果特別啲鬼佬佢好奇咧，但佢有兩個錢嘅話，佢出去出邊好多殘花敗柳埋身噶嘛。嗯，搞到兩狗嘅冇新鮮感就揾第二個咯，咁你頂唔順咁咪離婚咯，啱唔啱啊？係好簡單，好正常喎發展，係嘛？必然嘅走勢係咁喎，係嘛？佢咪中意你嘅修養人品嘛，中意你嘅美色啫嘛，啱唔啱？一時之興啫嘛。係啊，咁你如果係以呢種嘅作為一種嘅吸引，咁你一日冇咗嘅時候，咁就冇啦。同埋你一相處嗰時，你嘅真面目露咗出嚟噶嘛。嗯。係嘛？所以變咗你相處同埋係做情人兩件事嚟嘅。所以男人咧，你能夠同個情人識好耐，就算離開咗咧，都大家都係美好嘅。但你真係住埋同居咧，你就未必好啦。你冚家產入廁所又唔沖廁啊，嗌交啊！呢叫相見好同住難，尤其是現代人咧，就越嚟越呢種。即係好難，大家真係互相可以，因為唔知道可能係我哋以前同啦，譬如話我唔知道你有冇經歷過啦，我哋以前一梯十幾夥嘅廁所共用嘅，係嘛？咁以前都可以即係叫相安無事喎，真係。咁但係而家唔得噶嘛，而家真係，甚至可能兩夫婦都要共用，要分開相處。以前因為嗰個時代咧，個都係咁嘅，你冇得選擇。嗯，大家接受咗嗰個現實，係嘛？即係住到家牀又成，係嘛？呢、這個就接受，同埋你係冇水廁噶嘛？冇㗎，係 啊，你係覺得係正常嘅。等而家你喺印度啲人咁開心咧，你走去磅碑嗰啲窮民窟，你行埋你都驚，但佢哋完全冇所謂㗎，因為佢唔比較啊，個個都係咁啊，佢係開心，嗯，係嘛？個個都係咁。即係你一有分別唔同，你嘅唔開心嚟於比較啫嘛。嗯，佢冇壓力㗎嘛，啱唔啱？所以佢哋嗰啲地方人情味仲多。人情味多㗎，冇咁濫豪㗎，喺嗰啲窮嘅世界。喂，咁如果你咁講，都好悲觀喎，人類嘅未來。咁你大家越嚟越有錢啦，但係可能越嚟越唔開心喎。咁而家唔係越嚟有錢，越嚟越好多人好窮啫。我哋而家睇到啦，由強國人開始變窮國人啊嘛。佢而家由強國人變窮國人，又慘過以前毛澤東時代啊嘛。係啊，而家大鑊啲啊！而家你真係以前冇壓力㗎嘛，你又一人36。係啊。而家唔係啊嘛，大佬！而家你仲爭咗嗰盤債，唔知點樣找啊嘛。嗯。同埋你嗰啲老婆啊、朋友啊，眾叛妻離啊嘛，你唔掂，冇人睬你咁啊，啱唔啱啊？嗯。日日有債主上門，啱唔啱？你點搞啊？嗯。而家呢個由強國人變窮國人咧，係一個好大衝擊開始。即係我哋做緊社會研究啦。我自己，我人民大學研究院嘅研究員嚟噶嘛。嗯。我做緊社會研究。嗯。即係睇佢喺呢個轉彎位。啊！咁習先生話成日話要製造小康之家，啊！你唔好講小康啦，而家再講嗰個級，啊！製造咧窮風流過快活，啊！喂，佢話已經到咗小康之家噶咯，已經到咗噶咯喎，前好似舊前兩年講咁呢個。咁如果咁李克強又話一個人1000蚊都唔夠，咁啊你前總理有問題咯，唔係康全部咩？6億人喎、啊。啊！點康啊？口行行啊，有份。唔係而家佢哋要教識我哋十幾億低端人口，嗯，點樣去玩窮風流惡法？嗱，如果你習先生唔識教咧，你揾你下邊啲人馬咗嚟香港揾我，我教你幾招包你開心。點解咧？呢個就係和尚嘅頭陀行嘅生活啦，乜都冇噶嘛。
乜都冇啊，投投行啊，開開心喎、啊，係咪好高深啊？學問，嗯，嚇、啊，嗯，唔準有喎、啊，犯戒喎、啊，你多咗一樣嘢都，嗯，啱唔啱啊？著草鞋嘅啫喎，最好係除赤腳，嗯，除大赤腳。嗱咁樣嘅環境之下，你點樣開心咧？呢、這個真係學問嚟噶，你仲要俾有錢佬開心喎、啊，嗰度咪難啊？點做到？唉，呢、這個啊要下回分解啦，真係要磅水先。你大佬，我有我德州花園咧，我美國德州花園就係俾人哋嚟七日，就要嘆又享受呢個頭陀行七日嘅生活。哦，係乜都冇嘅。你又帶個睡袋嚟，我冇人招呼你，但我俾成個儀軌你嘅。嗯，你嗰七日度做乜嘢？做咩？做咩？做乜嘢？嗯，咁你會覺得咧係好開心。咁你嗰陣時你會發覺，哎呀，原來開心咧唔係外邊俾你喎，係。入邊嘢嚟嘅，係啦，嗰原來你嘅元素咧，你又走咗個老太啡出嚟啊，又有另外元素走出嚟啊，咁你成個身體輕曬啊，啊咁你嗰、那個你個設計我哋嘅原地咧，將嗰個氣流咧設計到係啱人體嘅振頻啊，你又有嗰啲古印度嘅 yoga 嘅聲頻聽嚟瞓覺啊，跟住又叫你點樣教嘅雀仔講嘢啊，喂。另外一件事嚟嘅喎，好啦，你夜晚如果我教你嗱，僆仔，你同朵花傾偈啦，咁你真係唔識嘅喎，同朵花傾偈，第二支會靚啲嘅喎。嗱，而家你影張相，嗱一陣間咧同佢講段咩嘢，念過一段咩咒音俾佢聽，跟住咧嗱，第二朝你再影，你嘅感覺係咪唔同先？佢見嗰支花都挺直啲嘅喎，咪有呢個現象㗎。有，咁你要俾佢哋享受呢啲大自然嘅。嗯講嗰時咧，原來你咧唔使外邊周圍教，身邊乜都有。喂，咁阿博士，你呢個咁嘅即係方法咧，可唔可以醫到而家城市人嗰種抑鬱病或者焦慮症？仲有抑鬱症嚟揾我啊！我多於幾多個禮拜冇事啦。佢自己諗啲思想唔通啫嘛，因為唔抵得係嘛，一係又妒忌係嘛，一係自己懷才不遇係咪先？係好簡單嘅啫。我醫呢啲最拿手嘅，快過借火。好啊！如果我德州如果有啲人有多無厘頭嘅病嚟我嗰度七日咧，都會好啊。因為我叫佢直地而瞓啊嘛，吸翻嗰個大自然嘅靈氣啊嘛。太陽曬住，瞓喺個泥地嗰度，揾嘢托一托，唔好吸到啲水氣。咁啊，地水火風齊曬。喂，呢、這個阿博士講開，我有真係有嘢問你喎。嗱，我前一排喺東京咧，我就去咗山梨。我哋入去食嗰陣時候咧，坐地下嘅，即係呢個大家呢、這個大家知啊。但係咧，即係你再諗翻，其實中國人古代係坐地下。唐朝係咯，係啊，係後來俾啲嘅即係嗰啲胡人影響先至，即係有凳坐坐凳坐。其實係咪越貼地越好咧？如果人嘅生活，因為我哋成日都細路仔，你咪見阿嫲嫲，你都唔貼地氣嘅。所以僆仔一病咧，你叫除大赤腳走一個攣咧，就好翻噶啦。嗱，我最犀利感受邊度咧？我有年喺蘭卡嘅南部。在海邊，哇！佢每日咧有一個鐘頭到嘅大雨落嘅，好奇怪嘅。你而家陽光充滿，突然間風雲變色，即刻落大雨。咁我同 Hong Kong Bank 個老闆一齊喺度，一人一間嗰啲 resort 嗰屋仔，我走咗出去，企喺大地嗰度淋雨。咁佢太太就哇 ，Dota 走咗做咩？一個人戇居居，佢老公啊，喂，你唔好理佢呢啲好深刻啊！我哋唔知嘅。喂，你可以食飯問佢。我就由啲雨一路淋落嚟。因為佢啲雨咧由天落嚟咧，佢帶咗另外一個振頻落嚟嘅。帶咗其他元素落嚟。但一路淋我頭，一路到我腳，一路底下有地氣又上翻。因為你嗰個地下熱咧，你水淋落嚟，佢咪地氣上咯。咁你點樣 feel 到由涌泉熱走翻上去，即係將你個人咧去交接？涌泉穴咧就係你腳板入邊中心啊，中間嗰度，即係其實你係成條堆上咧，上面係一條直線嚟嘅，即係你上到呢個應該係涌泉。但係有一樣要小心啦，你唔好有行路嘅時間搞。梗係啦，大佬一撇一撇落去，真係大鑊，自己變咗雷公嘅食物係嘛？所以咧，但係佢嗰啲魚咧就好怪嘅，一個鐘頭到都冇嘅，好怪，日日都係嘅。所以咧，你係唔使擔心有雷嘅，同埋你可以揀地方咧。佢嗰啲咁嘅大嘅度假區咧，佢有避雷針嘅，佢有避雷針咧，同你保護咗嘅，所以係另類嘅。所以大可能喺日本仲好玩，第時有機會再去你玩啦。
你去高野山那邊，他們又再走 一段路呢，有些大瀑布、啊、他們練功就站在瀑布個幾鐘頭。有，我聽過以前啊，邊個江油樓嗰個祖師啦、啊，山口光元咪企喺瀑布入邊練功，喺度一路練功練功。嗰、個有另外一個境界。嗰啲冇咁上下睇法頂唔順喎。冇人冇去搞，咁你可以搞幾分鐘嘅，你唔好陪人哋搞咁耐啊。係啊，你可以搞幾分鐘，你享受一下啊嗰瀑布落嚟嘅感覺咧。嗯、即係你會感覺到嗰啲水嘅聲咧，同個人體嘅血液咧可以合一啊嘛。嗯，嗰、那個係好深奧嘅學問嚟嘅。咁、大家啲網友聽見，如果你喺美國住，就可以登記9839106606。嗯，我個花園咧就喺侯斯頓嚟嘅。嗯，有幾百萬尺，我十月落去。嗯，咁你啲人認為落嚟可以玩幾日咧？咁你喺我嗰個花園，我教你點樣玩。嗯。即係你嚟到個世界，你玩另外一個生命嘅旅程啊嘛。嗯，呢啲咧就唔係話你繁華都市有得玩嘅。嗯，因為我將古代嘅頭陀行咧擺咗喺嗰度。嗯，嗰七日你就係仲犀利過和尚，和尚都冇你咁清修。嗯，但阿博士有冇咩少少 tips， 即係話我哋點避免嗰個情緒方面啊、焦慮啊、抑鬱啊？聽過啦，睇魔術啦，最好睇魔術。你看得十套八套精彩魔術咧，你就當堂開心嘅。點解？你揾翻童年唔見咗嘅驚喜啊嘛。嗯。我哋童年好多驚喜嘅喎，你想揾翻童年，即係你遇到新鮮事物，你咪驚喜啦，由細個。嗯。但人大咗就冇咗啦，冇咗呢個。所以你可以喺魔術度揾翻嘅。嗯。跟住你睇多啲喜劇笑話，咁你就可以平衡咗。我話如果你再唔了，你一定要唱歌。嗯，揾你自己中意唱嘅歌，咁一路喺度练歌咧，你好快就平静。真系冇意思嘅，都同埋你有个观念就话已经过去咗嘅，我行唔翻转头。嗯，我系为未来生存噶嘛。如果你再为咗过去嘅嘢生存咧，你自己同自己作对啊嘛，冇咁笨柒啊嘛。即系你自己制造敌人打自己，屌你乜啫，冇咁戆鸠嘛。咁你觉得自己戆鸠，你嗰个咪摆低咯。嗯，人最难就唔知摆低啊，个理论佢唔识用啊嘛。好難擺低嘅。唔係你個觀念上明白，我冇理由同自己有仇噶嘛。但係嗰個唔係理智問題，呢個係情緒問題。有陣時你覺得我明咁你，所以你情緒你咪用一啲睇魔術啊、唱歌啊去調劑佢，去化解佢咯。嗯，因為始終你就算你愛情受傷咩受傷，佢時間都係個最好嘅治療品嚟嘅。嗯，即係個時間水咧會沖淡。嗯，但你唔加呢啲咁嘅配方咧，你個時間佢一路積累。你一路會慢慢嗱，我覺得你問呢啲可能就係咯，冇錯冇錯。誒，少少唔開心，哎呀，冇錯，即係甩唔到啦。跟住就唔同我哋平常人就哦，我唔開心過幾日，冇佢冇好朋友咪啲，係啊，慢慢累積噶嘛。又冇一個自己保護自己嘅方法嘛。但係家人，譬如果佢呢啲女人咧，佢一有個好嘅印度瑜伽師咧，佢一練 yoga 咧就冇事。嗯。佢一練 yoga， 哇，出一身汗，嗯、跟住咧練個印度 yoga 嘅咒音震頻，佢成個鬆曬、嗯，跟住又溝條仔咁啊，咩事都冇。唉，最緊有條仔溝下，係平衡下，係咪啊？仲有正常性生活咯。係啦，嗰、那個正常就正常。係啊，即係我懷疑佢可能佢都係冇呢方面嘅，即係冇錯冇錯。係啊，即係尤其是你退到四十幾五十歲咧，個需要其實就好大嘅。除咗性生活之外，佢最重要咧，你好難。找到個心靈的知心老友嘛，嗯，講不到心事，嗯，他先入為主，以為自己很厲害，嗯，是危險的，人要識多些智者的，嗯，識多智者。但是現在很多老千的嘛，有老千去自己，那你自己要大眼識人的，嗯。但係，聽多啲台長節目啦，係最好。唔係，我就冇呢、這個聽下博士啦，即係。冇啊！我啱啱喺生成開咗麥，咁啲人都咁啊答咗啲問題，有啲問得好厲害添。係咪啊？梗係佢問死亡就好論盡咁，因為我未死啊，大佬，我點講個死亡過程你聽？係係嘛？點解咁重口味啊？要去到嗰啲，我哋估唔到啊！真係嚇。
即係大家冇聽咩？我接我鋪咗上去俾阿小姐。唔係我遲啲聽，唔係冇聽，我遲啲聽。因為我就問到死亡問題嗰個係幾頓盡㗎。啊！佢問我係有冇死亡隧道，我話有。不過你先話俾我聽，你嗰條隧道用乜嘢材料砌先？咁咧佢答唔到啦。係。咁因為好多條隧道㗎嘛，我唔知道行緊邊條啊嘛。係啊。咁你嗰條隧道係用咩材料做先？啊！係咪唔同㗎嘛？死亡隧道好多條，我聽到我都驚啊！喂，大佬要做呢封煙節目，真係隨時唔知俾人問。係啊，係嘛？係啊，好好笑嘅，唔想寫嘅。係啊，但係大家都一定要收睇下、收聽下博士喺我哋慣咗啦。新城個節目咧，我一生人最厲害就喺莫斯科，嗯，俾社科院喺莫斯科大學，嗯，全部蘇聯嘅精英，嗯，狂問咗兩個鐘頭任佢問啊。問到話個噪音同個月球嘅圓缺有冇關係，我就唔答啦。我呢次嚟唔係講佛法，我係講佛學。我如果你問到呢一方面咧，我將來有緣分咧再嚟咧會答你哋。你哋而家緣分未到，因為佢問得呢樣嘢，佢哋已經敲到門嘅。其實佢知㗎啦，知佢知。佢想印證啫。係啊，想。但如果我再答，你講埋啲秘密俾咧，大佬你喺我國家身邊，嗯，啊，我緊係自己中國人，梗係保護自己國家啦。係啊，你知萬唔得點啊？我聲波會殺人噶，大佬。嗯，而家佢如果用得好，佢一噏就係點？你烏克蘭嗰啲兵士釘曬。其實最近都有呢件事㗎，喺嗰個古巴、夏灣拿嗰啲嘅美國領事館啲人，全部個頭。哦，嗰個另類。啊，但係喺法國喺大百科全書有記載嘅，嗯，1960年代。嗯、法國曾經試過一個低頻的音波，在遠離了20多公里，死了幾十人，突然間，嗯，就是有呢件事記載嘅，就是個低頻度的聲波，係啊，所以他一問到咧，我就不敢答。係，有啲嘢係啊，唔敢答，都唔能夠講嘅，保護自己國家。係啊，好啊，咁我呢一節就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